五六月份桑葚干弄完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忙活桑叶了。现在我们桑叶每天呢能在100多斤一亩地下来啊，差不多能卖到1000多块钱吧。现在你看我们在这里的干桑叶呢，我们现在都能可以收起来，然后也可以卖出去。一天我们差不多能卖到200来块钱。 现在我们弄的是，桑枝切的桑片，这里呢是亳州的客商来我们这里收购，价格是1.5到2块。我是从00年接触的葛桑树，那个时候我们种了1亩多地，因为这个桑果下来不好储存，没有客商往我们这里来，他们也不敢多种。 到了10年，药厂、酒厂都往我们这里来收购桑果，我呢也就扩大了我的种植面积，种到了7-8亩地。到现在，我们村子有了冷库、烤房，还有人专门收购桑叶、桑枝切片，所以现在家家户户都在种植桑树。现在我种了10亩地，计划明年多种几亩。我希望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